出来了，干嘛呢？这是跟他唠嗑啊。让香妃去引蝴蝶，结果我把蜜蜂引出来了。出来就出来了，干嘛呢？这是让香妃去引蝴蝶。让香妃去引蝴蝶，结果我把蜜蜂引来了。最后永琪怎么着了？不知道了啊。永琪怎么着了？没事，但已经够赢他们了。好好好。来，小圆，请到前面来啊！答案是什么？出来就出来了，这是干啥来了？让香妃去引蝴蝶，结果我把蜜蜂引来了。最后永琪怎么了？